那个乡村，哇，还好远啊，至少5公里啊，到6公里。哇，你看，养鱼吧。有没有东西拍摄？对呀、啊。露营呀、啊，这边露营啊。哈哈，这个哇、哦，你看哇，九重阁哦，漂亮哦。喝咖啡，喝咖啡。喝咖啡。哇，这边就比较漂亮。刚才那边是梯田，这个咖啡座。喝咖啡。哦，出那个。山区的，是沙巴木工装修。今天星期四。Cafe, welcome. 我们还没有喝那个淡咖啡哦。哦，无人喝啦，没有生意。啊？没有生意。无生意。老板。谁呀？哦。你在那，我来看物件。行。爬山。哇，牛角。有个牛角嘞。真的假的？好像真的嘞，哇！看那是今年的一只牛，黄头来的。啊？今年的，哇，这个牛。什么？哎呀，到了山底了，漂亮！不哥，不哥，不哥哥。哦，这种真是退休，真的悠哉闲才、嗯。退休来这边哦。你在大汉罗姑，不能来多久啊？